是西洋的流行乐天后马丹娜传出对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竟然大不敬了。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在奥斯卡典礼举行前几天呢，在加州的比佛利山庄举办了一场派对上，李安正好跟马丹娜站对面。当时李安礼貌性的开口打招呼，没想到娜姐的回应竟然是我没兴趣。李安很有风度的再度开口，结果娜姐竟然直接转身离开。丹娜站对面，基于绅士的风度，李安先礼貌性的开口打招呼自我介绍，没想到娜姐却被他毫不理会，还无理的说我没兴趣。向来以有礼貌出名的李安再度试图对他说话，这时娜姐干脆转身的背向他，不理不睬。坚称娜姐当天的心情很好，只是向来在这种场合不会刻意的故作开心的跟人打招呼。